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。那因为发生新闻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是先赶到现场去，那赶上就后来有透过朋友的关系，我联络到我哥，那我跟他是告诉就是我大嫂跟我侄子已经送到中山医院，那目前是意识清醒的。那我哥他的状况，他直接告诉他已经清醒了，没什么受伤。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心情也放下了，因为大嫂也比较轻松。那我当然难怪我马上再赶到中山医院看我大嫂跟我侄子，那看他们起码的心理是比较轻松。不过后来听我哥转述的过程的时候，其实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，因为毕竟发生这样，那一开始心里很担心。那看到他们是真的很有幸运的生还，那心里是非常感激的大事。最近的事件，那我立即在马上上网看新闻报道。那从新闻上面得知，飞机迫降在基隆河上。那我其实会第一时间在媒体的，在我们台湾的苹果日报有看到照片，那就是现在看出他们逃出机舱的那一幕照片，我看到我大哥一家人是平安的，我是从这个方，这个是第一种知道的消息。